大家好，现在有的学员问这个太极拳双重的问题哈。其实呢，双重呢就是讲的阴阳虚实，这个咱在每一个动作里边都包含着阴阳虚实。所以说咱们画圈的时候，这个右手和右腿就得一个阴阳虚实，大家一定要体会。在手而言，就是咱手回的时候，你看肩肘肘肩肘手肘的时候，这个肘部是虚，收肘出手，手就是实。所以说呢，每一个对动作都有虚实问题，大家练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体会。手和腿有虚实，这个和对方接触有虚实，如果和对方接触的时候这个力点上都用力，这就是双重，一定要不能产生都用力这种方式。两个人一接触这个点上，我如果要产生力点和他，这就是双重了。在这边这种前提下，一接马上变收走折叠转换，不在点上产生碰撞。所以说这个虚实和这个阴阳虚实明白了以后呢，就是双重。大家把这个虚实弄明白，就把这个双重弄明白了，大家一定要细心体会。加微信庞洪国的拼音，获取太极拳公益教学。